这些呢，都是《Dear Zoom》作者 Rob Campbell 的书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吧。Campbell, Our Jungle，我们的丛林。来看看，要做一个丛林的话，你会需要什么东西呢？We need some long grass and tall trees。我们会需要很长的草丛，还有很高的树哦。We need a grizzly lion and a strappy tiger。我们呢还会需要狮子跟老虎。那这本书的特色就是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动物是非常大而明显的，那背景是具备的，所以对小朋友来说，他可以很快的，就是知道，这个互相的对应。像这边有蛇 snake 跟大象 elephant，另外呢，它前面还有形容词，所以就会知道这个动物要去怎么样的来形容它。那在这里呢，就介绍了很多很多的丛林动物，之后有特色。好，那最后会再帮你复习一次，说，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？那当然都是前面提到的。那这个图像式的，也可以让小朋友就是他在前面已经学会了那个单字，他在这边就可以很大声念出来。Why do we need some long grass and tall trees, a grunting lion and a strappy tiger。小朋友呢，在前面如果学习到，他在这边他就看到图像，他就知道哦，这是什么动物，他就学会了。那在最后一页呢，有一个比较惊喜的设计，最后就说哦，我们前面说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嘛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呀，他们呢是住在我们丛林里的，那有一张非常大的海报。那海报它有一点点特殊的设计，就是翻翻可以看到这个猎豹的眼睛是会打开的哦。那像这里有一只立体的小鸟，另外呢还有叶子翻开，有狮子，啊这边也是有一个立体的设计，有青蛙。那最后呢这张大大的海报，它也是有一些文字提示说，你可以找找看啊，你有看到4只青蛙吗？或是你有看到8只猴子，还是6只的这个瓢虫呢？所以它这张海报有一个找找书的功能，还有一些提示，你可以去看看到底它们藏在这个机关的哪里哟。那这个呢，就是 Dean Zoom 作者的《Our Jungle》。